日本天王木村拓哉与女神工藤静香的两位女儿木村新美、木村光希都是顶级的星二代。小女儿木村光希踏入演艺圈后，凭借靓丽外形和高挑身材成为了时尚圈宠儿。近日木村光希受邀到中国参加时尚活动，当天她身穿细肩带碎花洋装，秀出白皙美背，优雅气质十分迷人。她在红毯上受访时被问到过去与中国男星易烊千玺合作期间留下的印象，对此木村光希露出腼腆笑容，称赞对方是一位绅士而且很有创造力，更直言未来如果有机会希望能跟对方再度合作。事实上，木村光希与易烊千玺过去曾受到时尚杂志邀请拍摄了写真照，成品十分惊艳，令人印象深刻。如今看见木村光希表达了再次与易烊千玺合作意愿，网友也乐见其成，表示期待两人可以再次带来不一样的视觉飨宴。